3D 肉蒲团上映，刘海欣一讲就兴奋。电影 3D 肉蒲团即将上映，身为女主角之一的刘海欣近日就默默咁样做电影宣传。日前佢就同萧鼎一一齐接受亚视节目《龙影》访问，虽然当日刘海欣唔系着得太性感，但系一讲到圣经，我就即时话好兴奋啊！開心的壓力，是一個開心的壓力，會反而是覺得興奮，終於都上畫，因為真的等了很久，還有 都很想看到自己的表現，還有想出來的效果，真的終於告訴別人這一套不是真的 AV